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您播报9月22号礼拜五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好运星座有天蝎座，今天呢是投资精准啊，生财有道，买彩券呢有手气哦。金牛座朋友呢，今天适合约会度假，那么情人呢复合的机会会非常的大。天秤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则是一把心动啊，适合旅行，而且呢出外得到财富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摩羯座朋友啊，个性糊涂，要慎防诈骗问题。双鱼座朋友呢，则是会有一些这个饮食偏食的现象，小心造成便秘啊。那么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。火象星座请用橘红的颜色数字9，土象星座请用金黄的颜色数字3，风象星座请用军绿的颜色数字8，水象星座请用卡其的颜色数字2。